二四年麦当劳登台，除了澎湖，金门也有麦当劳。就是今天六月三十号可以试运，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去吃起来吧。以前在金门啊，都要去厦门吃麦当劳，或请台湾的亲友来金门，顺便带麦当劳。现在不用等了，虽然你们会觉得啊，麦当劳什么特别？对，在金门来讲 ，7-Eleven 很多，超商很多。有了摩斯，有了麦当劳，现在一点都不特别。现在4:57，麦当劳的排队人潮是谁？是林飞小帮手。今天你在干嘛？你在排什么？我是我听人家通风报信说今天是试营运，麦当劳的那个试营运，然后就千里迢迢的骑过来，忍受那个风尘仆仆。就为了什么？就为了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高粱汉堡跟冰旋风，贡糖的冰旋风。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。好，然后喝水。金门也有麦当劳了，我们一起去吃起来。也不需要太大惊喜怪，没有啦，真的要必须要来吃，不然你看这长长的圆笼，你看，我上次 去吃是在厦门的时候。哦，本岛没有？没有。本岛有啊，你没有回去，你没有去本岛的时候去厦门比去台湾方便。方便，对，好，我们要去吃麦当劳咯。等了39年，没有啦。真的是好吃的，因为等了很久。有什么差别吗？跟台湾？没有差别，就是太快太一样。坐飞机的。Thank you.
看台湾。耶、yeah, 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吃金门麦当劳。没错。希望你明天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蛋蛋妹，她是 CK。CK。我们下次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